家电，你开不了吃亏，开不了上当，开家我们是专业的。生气没有用，你嫌他埋汰我知道，我养他就是因为以后你在外面打狗，你碰见大狗了，他要是欺负你，这货至少可以替你挨打，知道吗？啊？了解了吧？都说阿拉斯加是杀手没的狗，我今天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父子情深，不离不弃。就算杀手了，他也会一直陪在我身边，陪我慢慢变老。看见没有？都不溜，看到了吧？一点都不溜。哎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拉斯已经走没了五分钟了。我现在是不是说都说不得一句啊？我跟你说的，吃饭你要狗粮和肉一起吃，听到没得？你光吃肉不吃狗粮，你还要凶我，你还好意思？你们不养狗根本不知道，你每天上班的时候，你家狗叼着你裤子不让你走，这种幸福感真的很幸福，我跟你们讲。一点都不幸福啊！啊，我很难受的，又要卖新。坐，我叫你坐了，坐。他是你爹的，你看到没有？那我来坐，他来坐。老师去了，那老师多了，换一个人就老师多了。那就只敢去。长得不怎么样的小哥哥，我去撩一下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我可以甩你耳巴子吗？来。将会是怎样？我没事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有一种人平时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当他一笑就特别好看。下一个。我忘不了你那深邃的眼眸，当你转身以后就在你身后。 I know I know you I know I know。奸狗两副面孔，他妈指他，我指他，他妈指他，我指他，他妈指他，我指他，戏精啊！李富贵，李富贵，李富贵。那傻狗，不，你这智商你随谁了呢？哎，对，过来过来，对对对，走走走走，哎，对啊、哦！儿子，儿子，我是你爸爸，你过来坐下，咱爷俩今儿谈个话。首先。给哈士奇洗澡，他就是这个逼样。
纯的吧。来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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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用力，再用，再用。梦想都实现，回到成功了，永远。你是否？